改编自电子游戏的《真三国无双》，由宣布开拍以嚟都备受重视，一众游戏迷都非常期待啊！不过原定在上年就会同大家见面，但是受到新冠肺炎影响，影期一改再改。而今日有网民在微博上载一张摄于旺角的户外大型电影海报宣传版，同大家展示十位演员的造型。但是十位演员当中最抢网民眼球的，竟然是林雪饰演的董卓，事关佢的造型同电玩版极之相似，非常到位。而这个宣传版就提供更加重要的资讯，就是电影将会在4月29日上画，同 Marvel 超级英雄电影黑寡妇同一日啊。